打不过呀、坑不是主题，爬坑才是目标啊。好吧，我闭嘴。虽然我十有九坑，但我也身经百战，所以还是有一些胜利的。身为堂堂皇子，我从小就跟父王南征北战，也胜过很多次的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凯瑟琳小姐，你还愿意跟哥一起撸吗？不愿意。哦，救命啊！打不过！哎，雷主，帮我挡一下！追呀、啊！这就是德玛西亚之力吗？看好了 ，Lady。要战即斗。英雄就是要转得出去。神技术，我试试。我不停了，我都要被穿晕了。我个烂子。傻小子，有天赋，我慢三刀带你练练。英雄就是要回得起来。不行，要不换个地方试试。哈哈，成功了。傻小子有特点，我蛮三刀看好你。是你前来倒塔推塔，敢冲吗？有病啊！雷破力补英雄、你是要做一辈子懦夫，还是无良的真人？这就是我的英雄之道。还是这个菜鸟吗？这货可是德玛西亚之力啊！五秒是真男人。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个塔，但男人的精神指引我先跪了，因为我看好你啊 Lady。 这就是一个战友的信任，加油吧，守住塔。吃饭去了。蛮王泰达米尔，你是个好人，长久以来跟文和信欢愉，人生从未牛逼过，一直在坑人，对不住大家。也许我盖伦不能坚持五秒，我也一定要像个英雄。人在，塔在，德玛西亚，去死！德玛西亚！这回有点深了，像那个傻叉似的，笑到他妈的。丑圣啊！我的丑圣啊！德玛斯呀！德玛斯呀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小马哥。